不是在讲约会的事啊，虽然大家刚这样嘻嘻哈哈的，其实我真的有点替你生气。那我之前不是跟你讲很多遍了吗？那个就是老板要提拔我啊，啊你们刚一直在那边亏我，怎样？啊，我知道啦，我知道你对这个有兴趣，但你想一下嘛，兴趣做这么多年，那你还可以撑几年？你看看我们同学，他们现在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啊？然后你为了这2000块这样，你要不要跟你老板谈一下？我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没有，有时候你就是要强硬一点啊。刚美眉说的没错啊，你真的要强硬一点。我是真的帮你啊，没有啊，好像我在说教，算了，你自己想一下啊。啊，不对啊，算了。我是打从心里在称赞他啊，我是真的觉得他变帅啊。啊，我怎么知道他要整形啊？我就说，你最近五官看起来超立体啊。真的，我那时候人在那边，然后我一看他脸真垮掉了。黑黑的，然后像自笑笑的这样，原来你就在吗？啊，那我怎么看到？有啊，有。因为你被封锁。啊！你手机借我，我借你。手机。什么都好，你要爆就是爆，回来。
压力很大，这在这台湾上班族争取自由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怎么发生啊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些事在自由面前小事啊，你的尊严呢？是不是？我们全天下那么多上班族，需要有一个救世主啊、哦，来帮我们发声啊，对不对啊？行啦、啊，大家都很挺你啊，是有什么好怕、啊？可是这种事情会不会很严重啊？这，啊，你老板做的事情也不严重啊，就是要严重啊，不然他怎么知道怕？对不对？放心啦、啊，你女朋友都气成这样了、啊，我们也都气成这样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比你还挺你、欸，对不对 ？OK 啊，我们都在啦，放心啦、啊，对啊。我真的遇到鬼了啦！你刚给我看的照片那么黑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不是，我看到都吓死了，我怎么可能好好拍照？我不信哎、欸！你不信好，那你等下去那个废墟啊，你不要走，对吗？你自己去。小心哦，会有僵尸哦。不是僵尸啊，鬼啊，讨厌哦。不是啊，去啊，反正你不怕。对啊，我没事，我干嘛去？前女友的事不要那么难过啦，我跟你讲，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她，看她就我就一直觉得她有点势利啊，这个啊对你也是好事啊，你们那么没有了，我们是和平分手，对对对，哦那就好那就好，好不要太难过，不要太难过啊，可以了，哎，是说你们公司那边有没有缺人，就是我能力你知道的吗？对啊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站的，我们都听你知道的啊。我是有想要试着跟我们公司讲，但啊，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在学校超凶，不是我管的，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啊。反正我尽量了啊、哦，你不用指望我没差，你 OK 的，你很强啊。我们那么听你，我跟你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。撒谎，撒谎啊！哎，怎么样？又拉屎啊？是啊，我给你死了。这个不好买啊，日本人自己都买不到啦。拆一个，都拆一个。什么？这很难买好不好？不要太开心了。你最近日本到了？哎，对啊。你这个怎么知道？我上个月才去日本吗？啊，你怎么去日本？我不知道。白痴哦，上个月我喝威士忌都是他去日本免税店买的。对啊。啊，你们一个人动不动去日本，啊一下又跑去韩国，然后整天待泰国，我哪知道你们人在哪？他们最关心朋友。对对，巨蟹座的。我很关心啊，我是很关心啊。阿伦，你知道乐趴在干嘛吗？哎呦，给他一点空间嘛，可能就不想讲啊，是不是？还是他有跟你讲什么？嗯，他前阵子是有打给我啊，然后问我这公司有没有缺人。哎、欸，他有打给我。阿三，离开那个地方好事啊！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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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到别的地方。
放世界，末日生存大作，刺激战斗体验，多元社交互动，打造末日庇护所，你就是主角。黎明觉醒，立即下载。